拉七才影孝丽儿，踩第一出国语片《玉女情仇》，嘅靓仔小生岳伦，向中华民国28年出世，未够清假。响20世纪50年代，除咗响香港踩过国语片《白花蛇》《马戏春秋》《孝子与仙姬》，又自编自导过《飞机情实案》。佢16岁过时，已经踩过出武侠片《莲花仙子》。响呢一出西洋服装嘅神怪武侠片树，岳伦要着白色现代裤，拉白云饰演嘅魔鬼加剑格，引死班后婆拉班基老屎忽鬼买飞入场睇。佢第二出武侠片系《江湖奇侠》。收尾，20世纪50年代中期，国语片好唔谂掂，死落嚟南洋做国语文名戏，石叻、新山、麻波、居联、马六甲、周府地、太平、巴洛、冰拎、黑仔、宋卡、双溪大连，一路杀到上嚟曼谷大京都、高棉、安南。过市做埋啲新潮戏，好似日出、雷雨、家、三千金、潘金莲、金丝雀、夜半歌声、群大风咁。中华民国47年返香港过年，又埋咗梁茂益嗰个火星话劇团，响香港做国语苦情文明戏《Romeo and Juliet》，男主角 Romeo 就紧系岳伦，女主角 Juliet 系条新扎女星朱英，嗰啲台词都好捻前卫噶。男主角 Romeo 有段对白系咁捻样嘅，恋爱。他是情人嘴里叹气叹出来的汽水结成的浓烟，把这些浓烟精炼起来，就变成情人眼里的火花，万一这火花爆炸了，变成情人眼里的泪水。恋爱，他是苦死人的药，甜死人的蜜。老友记，你哋听到呢番对白，会唔会唔敢搵女人谈情说爱，然后搭车轮上床搏嘢噶？岳伦讲唔正啲广府话，虽然跟住响粤语片 KO 过一轮，都系唔够点。最后过咗台湾省，新潮派导演秦心坤佢豁出去，剥晒衫裤剥晒鞋。中华民国59年9月，向果树拉条光珠模特儿夏文踩咗出肉感香艳爱情文艺片《绿色的迷恋》。仲劲过玉丹方艳芬拉秦小丽过啲，呢镬游水衫、低胸装、背心仔热裤都喊扮难悭翻，连男主角岳伦都系着皇帝嗰件新衣咋。以下回顾翻岳伦个靓仔样先啦，讲明先，把死人声就系配落去嘅。被逐出师门嘅玉面郎君东方白。你两位一定奇怪我点解仲会咁后生，系咪啊？当我被逐出师门嗰一年，无意中喺大雪山食咗粒能够驻颜嘅绿心仙果，所以到而家仲能够。当未曾发现克制八音古琴武功之前，你想报父母大仇，当然是没有希望。家师在生的时候对我讲过，我都想不到啊，你们怎么想得到呢？现在只有见一步行一步了。你们快点去睡觉。谭兄，你是不是被六指琴魔的天龙八音震伤？怎么除了老烈火、水镜师兄、幽君素师徒和我们几个人之外，其他的人都死在六指琴魔的天龙八音。